墨尔本西美居民有福啦，等咗四年，由政府斥资67亿澳元嘅墨尔本西区大型基建 Westgate Tunnel Project， 终于喺疫情拖累之下重新出发，预计2至3年内可以通车。计划内将兴建两条地下行车隧道，以及连接 M80 等高速公路，大大减少墨尔本西区来往市中心嘅行车时间。预计由西区到 CBD 嘅车程可减少约8分钟，吉隆到 CBD 嘅车程更加可以减少约12分钟。呢个基建计划最终会令边一个区域受惠？物业投资者点先可以抢先一步从中得益？答案就由有28年经验澳洲测量师柳 Sir 为你逐一解答。立即参加1月15至16日举行嘅2022移居澳洲讲座啦！到时我哋会做足防御措施，等你睇得安心。